谢谢大家，这个谢谢。我记得我从2007年到现在呢，好几次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呢，跟大家跟那里的华人呢分享这个课程，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台下。 有很多的华人朋友，他们都流泪、课后啊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说，他们听到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呀，仿佛是听到了祖国母亲的声音。他们说，他们虽然远居海外。 但是他们非常热爱我们的祖国，因为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了，他们在海外的华人才更加的有社会地位，所以他们说他们非常喜欢这首歌，而且呢，不管我们的祖国发生什么样的灾难和困难，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朋友。 都会伸出援手。那现在大家看《生命之河》这首歌，刚才我问到《生命之河》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歌，大家，我不用问大家也知道了，应该是属于什么？大家大点声说。 善乐，好，那咱们现在要不要一起把这首歌再唱一遍？好，谢谢大家。 唱《生命之河》这首歌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呢，就叫《小河的故事》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。说从前呢，有这么一条小河，它每天都在那里静静地流淌。有一个小孩儿。 他从小就在小河边长大。当这个小孩没有任何需求的时候，他跟小河在一起玩耍，非常的快乐，无忧无虑。可是，当这个小孩长到少年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他离开了小河。 他跟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，发现别的小孩都有好玩的玩具和漂亮的衣服，因此。
他就有了烦恼。他回到小河边，小河看到少年来了，高兴地问道：“你是来看我的吗？”少年说：“我不是来看你的，因为我遇到了烦恼。”少年说出了自己的烦恼。小河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帮你。你看，我的河中有很多的小鱼，你可以把它们捞出来，拿到集市上去卖，换来的钱，你就可以买好玩的玩具和漂亮的衣服。”少年按着小河说的去做了，满足了一时，又忘记了小河。又过了很多年，少年变成了青年了，他又有了烦恼，回到小河边，对着小河说：“我现在长大了，有了女朋友，想要结婚，但是没有房子，这一次你还能帮我吗？”小河想了想说：“没关系，这一次我还是能帮你。你看，我的身边有很多的树木，你可以把它们砍下来，拿去盖房子。”青年按着小河说的去做了，盖起了房子，结了婚，过上了小日子，但又忘记了小河。又过了很多年，青年变成了中年了，他又有了烦恼，回到小河边，对着小河说：“我觉得这日子过得太平淡，太无聊了，我想到大海当中去遨游，这一次你还能帮我吗？”小河想了想，咬了咬牙说：“这一次我会尽力地帮你。”他费了很多的周折，终于弄来了一条小船，让这位中年坐上小船，然后使尽全身的力气把小船推到了大海。中年在大海上遨游了很多很多年，直到老年的时候，他感到身心疲惫，才又想起了小河。他回到小河边，因为河边的树木被砍了，造成了水土流失，河水已经干涸了。小河看到老年来了，高兴地问道：“你是来看我的吗？”老年说：“是的，这一次我是来看你的，可是我现在没有任何的需求了，只是觉得在大海上遨游得很疲惫，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。”小河听了这话，高兴地说：“没想到我的河中虽然没有水了，可是我还是能帮你呀。你看，我的河床上面有很多柔软的沙子，这些沙子被太阳晒过之后又非常的温暖，你就躺在我的沙滩上好好休息一会儿吧。”老年按着小河说的去做了，躺在沙滩上感到非常温暖，也非常的
舒服。小河的故事讲完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有没有猜到故事中的小河，它象征的是我们生命中的哪一个人呢？很多朋友都猜对了，它象征的是我们的母亲呐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，我们仔细回忆一下，从小到大，不管我们有任何的需求，有任何的需要，我们的母亲都是竭尽全力地满足我们，照顾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呵护我们。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这条母亲河的滋养与呵护中，承载着生命的忧伤与喜悦，直到河流干涸。母爱最伟大，母爱最无私啊。我们有几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他们有感于父母的养育之恩，画了一组画，今天也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当我们还没有出生时，母亲就为我们出生后的一切做准备了。母亲甚至在吃东西时都要考虑日后是否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。母亲忍受剧痛，把我们带到这个美丽的世界。当我们长了几个月后，母亲为我们吃奶时，我们报答母亲的可能是咬他一口。甚至在母亲抱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还会经常尿在他身上，而母亲总是无怨无悔。1岁之前，我们需要每2-3个小时就要吃一次奶，并要更换尿布。为了我们能健康成长，在我们3岁前，母亲都不能在夜里睡一个安稳觉啊。父母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教我们学走路，学说话，教我们读书写字，教我们做人的道理，教我们穿衣服，绑鞋带，系扣子。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能力都是父母亲手把手地教我们学会的，难道我们都忘了吗？冬天的时候为我们盖暖被，夏天的时候为我们擦拭汗水，母亲的手是推动摇篮的手，也是推动世界的手。
动